去，把爷爷筷子放好。小本，等我吃完饭呢，去洗个澡，然后试下清教服。本笔都带齐了吗？昨天晚上就装好了，但是我的铅笔快写完了。节约点，先把它用完。嗯，妈妈，我出发了。非常顽强，对，那关键时刻非常能打。两个都是我，中国人打中国人没意思。这样才好。最主要是他的意志，那关键时刻非常能残。嗯。现在6-3。好球，角度打得非常大，漂亮。哦。那这种呢，也是在千万次的挥拍练习中掌握了球的这种性能，所以有的时候在步法不到位的情况下，通过手上的控制也能把球打上来。对，这么大的角度啊，连续的这种奔跑，所以显得马林的这种状态是非常好。现在3-7，好球。所以对王励勤现在就是拼命要能够缠得住、咬得住、并住之后，他才有办法去摆脱。嗯。
真的太好了。我也没来玩，去吧。爸爸叫猫咪。这是我的乒乓球。
球桌。真的耶。对了，还有我们球拍呢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嗯，这个不行，被妈妈知道了，我得挨揍。我先上个厕所，你再找。嗯。对照哟，你打给他盖球。现在这样谁负责任？家里就我和你两个人，你爸在外面，一个都不让我省心，一个都不让我省心，怎么办？你说家里进后半年怎么办？你还杵着干嘛呀？你现在回杵这儿了？你现在不和周琦去玩了？你给我赶紧去打水给爷爷洗脚，你快点去。
怎么回事？我的球不知道什么时候凹了一面。啊！平时帮我，我也从台间去闲逛，今天从夜班。只有个人外面帮忙了哦。爸，我出饭口的。老板。哦，来了。今天收成怎么样？过一下风声了。哦，还有啊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当心。放心好了，我给你称量最多了。谢谢老板。好，都算你点好了。70的、40、30，给你72。谢谢老板。嗯。老板，去把妈妈点下来。Thank you.
拜。爸爸，我给你讲个秘密。啥秘密？我在学校旁边的小卖部里看见了乒乓球比赛，那个球啊，嗖嗖嗖！我现在有一个乒乓球，不过凹了一面。啊？快给老爸看看。哎呀，我给忘在家里了。没关系。那在你回家之前，老爸带你去看一次真正的乒乓球赛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耶、yeah！看出来力气还挺大，这你儿子？我儿子刚从家乡过来，乖得很。老哥，您看，我想请个假，带我孩子出去转转。行吧，行吧，最多半天。好嘞，送完这一通，我抓紧时间带孩子去。你爸这也不是什么病假，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事，俺请假回去，工资还是得扣掉，不然被大老板知道，你这工作都难保。谢谢。告诉你个秘密，乒乓球可以用开水烫，肯定能够复原，回家试试看。真的？爸爸你真聪明。臭小子，真的。每个人在外面要当心，在家你也要多注意身体。儿子，
祝爸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吃饭。嗯嗯，有。吃的这个。嗯。还没时间，咱忙些，现在这我呢忙些，吃点过两顿。嗯。嗯。高一节呢，你我在下边高一高一节呢，摸一节的，有些龙口，有些潭，这潭呢中间怪，我们叫河，那潭呢中间呐，那就一血统白布。
请同学们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